得不说之，想要认识大家的 DDG。哎，我是大家好，这是人不狠话又多的 Branch。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提高了我们 CDC GDP 的 DDG。哎呦，我是老头是 DDG 的成都鸡腿 ，You know it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不得不说，那需要你做的就一步都不大。OK， 好 ，Let's start。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每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穿套装？我习惯了，我并不是在节目里面，没有，我在私下干什么都是套装，睡觉也是套装，对，包括健身。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考虑一下换一个发型？哎，网友都说你那个扎起来的那个头发像壮壮妈。对那今天为什么要这么穿呢？因为我们今天 cos 的主题是周星驰 ，OK， 对，然后周星驰少林足球是吧？对，少林足球，然后他的偶像是 Bruce Lee， 所以我们会去做这样的造型。然后 AJ cos 的是那个破坏王里面的咖啡猫 ，OK，OK。忘了那个女孩。管作为说唱会馆，就成都的说唱 OG， 你觉得在我们的 CDC 里面最不能打的是谁？我那在参赛选手当中除了自己，你觉得谁是最强的？我觉得艾热。艾热吗？对。那你觉得你可以赢艾热吗？我觉得我可以。好， OK， 那你觉得你和威尔两个谁更追？我还是觉得我对，但是不妨碍我对威尔喜欢，希望自己都是威尔。好，后面这一段我们剪掉。哇，在中国 rapper 当中你特别想和谁一起合作呢？Bridge，相信我，那就这么定了。OK， 那想要加入成都集团会那种匿名投票吗？某一个这个人，他跟我们一直在一起玩，后来然后那天说一起写作，然后就一起写了，然后顺理成章就是大家一起把东西做，然后就变成了大家在一起。Okay. 那现在我们全网都知道了，果果，我想认识你，你也认识你。那在这个里边的话，你最想其实认识的是谁呀？刘琴，一百号等我回来。我操，你只有少些力气。今天正好有背包嘛，我们可以即兴的检查一下背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照过相，但是现在也没有。有一个，还有个证明你是 real drill 的头像，这是我们的耳返。确定？对，耳返。对，还有个头套。所以说。追友，真正的追友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懂我意思？其实平时你写歌的话，不是用手机写，你是用笔写。不写吧，我不写。那你是？我是直唱。你都是 freestyle 的？对。哦，就一句一句按下来。对对对对。过这就所有我们所有听到的那些歌都是这样的样子形状，80%。OK。对，但以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，那。哦，一个 trio rapper 的心理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头像落在地上，一定要在自己的包里，我们要保持低调。对，随时掏头。可能在录歌的一瞬间，马思唯说走进去这首歌，那在这个时候我会看到我找到他的那个状态。Yeah. 我说 Yeah, that's it。 我说这就是对的，所以我会记住每一个好的状态，然后 TY 会教给我。他说啊，这么写词有意思，这样写更有意思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。就说白了，彼此的老师。对对对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采访的 rapper 是我们 CDC 的 DDG， 希望兄弟姐妹们去关注他的音乐，去关注他的动态。我是 Bridge， 这是我们的 DDG Drill 音响球。